欸，今天玩赤焰咆哮虎啊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啊？这位太太的车子被我撞到了，要走，等一下。哇哦，啊，车子还好吗？不行啊，我要这样过马路啊，车子会撞到我。你把车子移到边边去。Oh no！ 轮胎坏了。啊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！你把它追回来好了。哎，救护车飞走了。等等等等，这车上还有人吗？快点，因为太太需要急救，来，我来帮你推一下。Oh no！你走啊！不能这样子，就这样子跑走了。欸，我看到警察在追那台车啊，我们来帮忙那个警察追捕犯人好了。怎么样？那台大卡车停住了，不然我停到他前面好了。他居然从我旁边开过去，撞他！哦，他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！警察快去抓他！哇，警察好凶哦，拿枪打他啦！就这样子，结束了。为什么还有个路人跑出来？哇，路人回击了！哇哇哇哇哇，这是什么鬼？警察被打倒了！哇，警察被撞，这是眼打出啦！哇，他居然可以跑在下面！第一次看到这个水草这么多啊！哇，还可以边游泳边跑步！哇，出来了，好酷哦！现在哇，我居然还可以游泳啊！哇，我的腰都快断了！我看看把它放哪里？这里好了，这里好了。哎，他居然不会爆哎、欸！他居然滑过去了。该不会是水上有浮力吧，让它可以浮起来？哇，好酷啊！好酷！欸，我把它带进水面去了，它居然无动于衷啊！它不会淹死啊！哇，上面还有船啊！哦，坦克车来，坦克车来，坦克车来，进去！哇，在水面还可以发射，嘿嘿，看你怎么出来！他游出来，游出来！哎呦，他挂了，嘿嘿！哎呦，有深海恐惧症，咱们就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过去我就不敢下去了。哎，这里，哦，居然可以！抓住他哎、欸！我跳上来了，不、哦，喂喂喂！哇哦，这里超悠闲的、啊，这里啊，一出来就被射，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